哦，好的，现在玩的是手游《无尽的边疆》，我有只宠物可以升五星，最高级拉伯克，它可以拿到九星宝物巴西利斯克的戒指哦。兽人攻击力增加，减少任务升级的费用，还有。在剧情关卡中增加所有士兵的能力值、勋章。他拿到碎片的地方就峰会 BOSS 战，燃烧的大地，应该是这只吧？火山的巴西利斯克。然后那个世界 BOSS 好像。还没开放的样子，那古代遗迹有开到最高级哦。好，那差不多就这样。